从台湾本岛出发，要前往小琉球，得从屏东东港出发。航行时间大约是25分钟，很快就可以抵达小琉球。下船后，港口附近有非常多间可以租机车的店面。办理好租车手续之后，他们也会贴心的带你前往住宿地点。这次我们住的是地中海海景旅店。旅店整体风格都是走蓝白配色的地中海风格。六人房的房间十分宽敞明亮，房间外除了有按摩浴缸之外，还有一个公共的游泳池。游泳池面向的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，在这里除了游泳，还能够享受广阔无边的美景。放好行李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接着我们来到了小琉球著名的景点花瓶岩附近。在这里吹吹海风，能看到不少的钓客在这里垂钓和浅滩上的浮潜游客。小琉球除了生态十分丰富，在路边也很常碰到十分亲人的喵星人和汪星人。晚上我们来到龟龟烧烤，这里主打的是新鲜的海产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只要399，而且不需要服务费。吃饱喝足了，还可以在这里高歌一曲，真的是十分满足。第一天的行程就在这里画下句点。隔天我们起了个大早，旅店有提供免费的自助早餐，主要都以中式的餐点为主，内容也十分多样。我们坐在户外区，边欣赏着海景边吃早餐，准备迎接接下来我们来到小琉球最重要的行程——浮潜。我们来到小海龟浮潜店，来听我说哦，那个等一下浮潜的时候，麻烦六位我们看到海龟不要去触摸哦，然后珊瑚也不要去，尽量不要去踩踏。请你不要使用鼻子呼吸。第二个，头发不要夹在面镜里面。第三个，面镜的袋子让它比你的耳朵还高，不要夹到你的耳朵。在教练细心的教学和简单的练习后，教练就拉着我们出发去一探绿细龟的花园。小琉球的水质十分清澈，只要轻松的趴着，就能一窥美丽的水下世界。美丽多样的珊瑚，悠游自在的鱼儿，我们就像搭一辆观光巴士，由教练带领着我们一览海底的美妙。在这段期间，教练也会替我们拍照，甚至潜下海底深处，为我们留下这段美好的回忆。在我们出发的十几分钟后，我们终于遇到了第一只绿细龟。绿细龟本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上好几倍，在惊讶震惊之余，接连又遇到第二、第三只海龟，径直往我们身旁游过。今天很感谢教练带着我们一起游泳，教练一直回头跑来关心我们。在结束浮潜后，我们前往一家当地的美式餐厅吃午餐。虽然是美式餐厅，但餐点还是融合了在地的食材，尤其是这里的海鲜拼盘以及独有的炸鬼头刀汉堡，鲜嫩多汁，外酥内嫩。来到这里，肯定是得带些伴手礼回去的。在小琉球，四处都能看到马花卷店，也成为了来这里必带的伴手礼之一。大家来小琉球，记得一定要带几包回去哦。吃饱了，伴手礼也买了，我们决定骑着机车环岛，欣赏沿途风光。一个停靠的点是位于小琉球南方的厚实群礁，因为受到海水侵蚀的作用，群礁呈现一条一条的特殊形状，从空中往下眺望，十分的壮观。这三天两夜的行程也即将在最后一晚的美食飨宴后迎来了终章。小琉球虽然面积不大，
但四面环海，丰富的自然生态和令我们赞叹不绝的自然景观，这些沿途经历的风景历历在目，都让我们流连忘返。